说到的 class is a Buddhism temple， 啊，华语叫呢佛香阁。这个佛香阁呢，慈禧太后修持这个大寿的时候，在那边过生日。各位，等一下，你猜一下它的台阶，有1000到900米之间。以前人给他去来祝寿生日快乐的时候呢，不可以托住上去的。马先生，你们出来了。也不可以没有看没有的